这样踢的，所以就算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我一样踢。听不懂？我最远到这边，再远再远我不踢了，就在这个距离内，我随时可以踢，我随时可以变，随时可以变化。就是说，当我要踢，我这个踢到这个地方，你变了或者你打我，是不是？我的腿我不能踢完它，所以我到这个地方打我换了，换了。啊，或者踢到就啪换了，那每一个点都是一个加工。啊，所以它才有变化，知道吗？那我踢你这个腿，踢你这个腿，你这个腿一跑，我不能把它踢完啊，踢完我不是糟糕了吗？所以我的腿必须啪，我踢到这里，啪，对，站，我这个就进。这也算是无限的点，因为你那个点可以变招，表示你在那个点上面是有架构，是有你的控制力在的，而不是你就放出去。听不懂？啊？所以它的点不一定是那条线，你可以变成这条线就对。对呀。就是可以变，才是它那个地方可以是一个终点啊。它本身你在任何点上面，它本身就是一个完成的价值啊。没问题。所以魔术每一个招式都应该要这样练才能用。你不能假设说我这一拳啪到这边，我的力量很大，我这一拳就把你打死，不行的。你不能这样假设的，你不能这样假设，你要假设这边怎么办？啊。